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红彩六号情境拟真的训练第六关保护任务目标的第一颗星星，封阻两扇门或窗。这个非常简单，就是站到这个门口，然后拿几根钉子就可以解决了。The hostage safe. Hostiles approaching. 我躲在这好了，还是躲在这。才四个敌人。啊哈哈！看来躲在这不是一个很好躲的地方啊，选的位置不好。为什么要给我散弹枪啊？其他枪感觉就更好用啊。好，以上就是我们第一关，封阻两扇门或窗。喜欢的话别忘了帮忙按一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谢谢大家收看，拜拜。才2分钟，会不会太混这一集？